他已经到了无药不成眠的地步。山里夜凉，睡床上吧。 你让本王睡地上，王爷已经将床让给了我，难道还想再要回去？哎呀！哎。 王爷若是睡不着，我可以帮忙。哎，不许答应本王。青燕只要带人质离开西山矿场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青燕随时会传信，本王不能昏睡。还有，本王夜里梦魇可能会有些吓人，你不必惊慌，叫醒本王便是。 我睡地上。不必。就是他们！就是他们！一定是他们！一定是他们！就是他们！就是他们下令放的火！ 王爷，等一下。 这是山茄草，可以安神助眠。 梅林，梅林，你去哪儿了？去打了点水。
我再上山去弄点野果。一起去吧。王爷还是在这等齐燕的消息吧。算算时辰，洛梅应该到西山矿场了。有消息了吗？为避免暴露，我跟青燕商定好，当没有消息的时候禁止联系，所以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算算时辰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把人证接出西山矿场了。自己人，彭琪，威北军统领，这是梅林。王爷的先护卫？不是。王爷，总算是找到你了。本来是想跟你一起跳崖的，但禁军跟来了，怕他们会发现你的行径，我们只能绕行了。接下来我们去霄云峰，那是中山的最高处，只有在那里放传信烟火，禁军才能看得见。地气发，天不应，明日早晨只有薄雾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，不是那孩子，别杀我。现在已经安全了，你们务必把他带回昭京。是，走。你跑乌鸦？我不是害怕，只是讨厌罢了。仔细搜查，遇到靖王立即放信号。是，去吧。